100多年前的云南西部，崇山峻岭叠起，绿树蔓草丛生。巍巍群山之间，云雾缭绕，蓝霭玉凝。傈僳族人、景颇族人居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之中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过着刀耕火种的贫困日子。他们祭拜鬼神，没有自己的文字，更不认识创造他们的真神。数百年来，鲜有大山之外的人踏上这宁密而又神秘的高原。1909年，来自英国的22岁的内地会宣教士傅能仁，从上海绕到缅甸，从缅甸骑驴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，进入云南西部边境小城腾冲。福音从此传进傈僳族，傈僳人的历史从此改写。傅能仁的足迹走遍了云南西部的山山水水，他走访傈僳村寨，带无数家庭拆掉并烧毁偶像，归向真神。这里是傅能仁当年的旧居。就是在这张办公桌上，傅能仁帮助傈僳族创造了文字，翻译了圣经。加拿大宣教士高曼曾就读穆迪圣经学院，毕业后加入内地会，于1911年11月5日抵达中国。高曼夫妇侍奉的区域很广，他们先在撒普山上的苗族人中侍奉，后与傅能仁同工，在傈僳族人中侍奉。1924年，傅能仁牧师到美国穆迪圣经学院，分享了他在云南傈僳族人中的侍奉。穆迪学生22岁的李崇德和自己的未婚妻康荣喜受圣灵感动，决定加入内地会，到中国宣教。1926年，李崇德抵达中国。1927年10月18日，李崇德与康荣喜在上海结婚。1928年，李崇德夫妇在傅能仁的带领下绕到缅甸，进入云南西部，开始在傈僳族人中侍奉。1929年，李崇德的儿子杰克在腾越出生。同年12月，李崇德全家迁移到南部的木城坡，与傅能仁牧师、高曼牧师同工，牧养傈僳人教会。1929年圣诞节的聚会中，一个衣衫褴褛的景颇人来到他们中间。景颇人对李崇德夫妇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到我们景颇村来呢？我们也需要这位耶稣啊。”多年后，傅能仁师母在《傅能仁与祈祷》一书中说，那天晚上，一个衣衫褴褛的景颇人来到穆城坡教会，呼求宣教士到他们居住的景颇村中去传福音。三位宣教士，加拿大人高曼牧师、英国人傅能仁牧师、美国人李崇德牧师，为此祈祷之后，确信这景颇人的呼吁就是马其顿的呼声，是来自上帝的呼召。然而，先驱在蛮荒之地的开拓所付出的代价是人所不能理解的。不久，这三位宣教士均病死在他们所牧养的禾场上，长眠在云南西部的大山深处。1930年8月5日，高曼牧师在穆城坡病逝，
在世44年，服侍中国19年。1938年，傅能仁牧师在宝山因脑疟疾去世，在世52年，服侍中国30年。李崇德牧师听到景颇人的呼求，7年之后，全家搬到了景颇村，住在他们中间，服侍他们。1940年2月25日，李崇德牧师因病去世，年仅38岁。服侍中国14年，遗下妻子和未满11岁的儿子。李崇德牧师去世后，当初那位请求他们去景颇村传福音的景颇人来安慰李崇德师母。李师母回答说，李牧师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。沈保罗牧师亲自见证了李崇德牧师是如何为福音舍命的。他在2001年使者举办的拆船大会上分享说，我和一位同班同学奉献去边疆传福音，我们二人长途跋涉，从香港到了云南西边的野人山。我记得第一次被请去和傈僳人吃饭的情形，那时野人山的傈僳族经常吃的是玉米粒，不是煮的，而是蒸的，蒸好后拌上辣椒吃，烧菜不用盐。野人山很高，这些少数民族也常下山买些汉人吃饭用的碗，吃饭用碗吃，但吃完以后从不洗碗，而是用舌头把碗舔一遍，舔完了以后放在一边，以后再用。平时我常容易饿，谢饭祷告后一阿闷，端起碗来很快就吃完了。这一次与他们一起吃饭，谢饭祷告时间特别长，我一闭眼就想起这碗还不知道有多少舌头舔过，真是难受极了。谢饭祷告后一看，白人宣教士已经吃完了，我惭愧得很，端起碗感谢神，一下子一口气全吞下去了。那位白人宣教士就是李崇德牧师，因此也得了一种泻肚子的病。内地会总会叫他回国，他不回，因为他可以用傈僳语教当地人学习圣经。一次，我们4个人分别到4个地方去主领查经班，他们夫妇两个和我们两个汉人，我们两个汉人是第一批去野人山的汉人宣教士。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村寨，一个星期后回来，本来约好了是周五回来，他妻子和我们两个汉人都回来了，但他没有回来，他太太走来走去，心里十分着急。原来他去了以后就泻肚子，但他不肯停止聚会回家，到最后一天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倒在地上。第二天，傈僳人把他抬着送回来了，我看见他骨瘦如柴，已经不省人事，面色非常难看。但我们无法找到医生，因医生要走2个礼拜的路才能到达我们这里。我知道他的病非常严重，我在房内俯伏在地为他祷告，但神的旨意还是在午夜把他接去了。当时很困难，没有棺材，我们就用毛毯把它裹起来。我和那位弟兄在院子里挖了个洞，把它埋好，又到周围捡了好多小石头，堆起来做了坟头，又找了根木头做了个十字架，请他夫人把他的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和死亡年月日写好。做完这些事以后，太阳就西沉落山了。晚霞映照着树林，西下的夕阳照射出的光就像天堂的柱子，真是美极了。本来这夕阳西下的美景是我最喜欢的，
但这一次我没有一点心思去欣赏这美景。我在他的坟墓旁举目仰望，似乎在灵里我已经身在天庭。我面对面地对父神说：“父啊，一个白人弟兄远渡重洋万里来到中国，为我们的同胞而死。他太太那么年轻，他不该死啊。我是中国人，父啊，虽然我奉献过，我愿意第二次再奉献给天父。求你使用我，无论你让我到哪里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都不计较。只求你使用我去传福音，不敢离开你的护照，不敢怠慢。求你悦纳我走过这第二次奉献做宣教士的路。”李崇德牧师长眠在景颇村64年后，他的儿子杰克常常思索：父亲撇下孤儿寡母，葬身于异国他乡的大山深处，这一切值得吗？父亲在云南的侍奉有任何的结果吗？2004年，杰克与太太和儿子魏民一起重返父亲当年侍奉的山村。当年与李崇德牧师一起侍奉的景颇人的孙子，现在已经成了教会的传道人。弟兄告诉他们，散居在这座大山中的80户景颇人，全部是信耶稣的。李崇德牧师的孙子李卫民弟兄受圣灵感动，踏上了当年祖父宣教的路，一家三代前仆后继，无怨无悔，为主撇下凡百事物，背起十架跟随耶稣。沈保罗牧师侍奉主70多年，于2011年安息主怀。他在去世的前一年，在生命季刊举办的传道人培训会中讲道，并为年轻一代人祷告：“我是服侍的主，你拣选我，我是一个活得不配的人，你一直与我同在，直到今天，你引领我，教导我，你也开我的眼睛，你也开我的心，渴慕你的话。你怎么充满我？你怎么恩待我？你怎么天天的带领我？主啊，求你也照样，你安守在他们头上。”我们的恩主，我巴不得同他们每一个人同回去。求你以这里的所有的每一个同工都同在，一直等到你再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